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台很特殊的这个很富士的这个富士3000润啊，哦，这台相机啊，这台是底片相机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哦，它有这个底片室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那底片就装这边哈，底片装这边，然后卷片过来啊，卷片过来，那这台是可以动作的，啊，电池是这种。CRP2，你就这边打开之后，装进去，再盖起来，我们有先装一颗我们自己的，测试的，好，那它这颗电源，电源就从这边开，你从这边，这样就打开了，它这边有 power， 这边可以去控制它的这个模式，有没有？这个镜头现在已经打开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镜头，那这个。这边可以控制它的这个镜头前后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闪灯也是，闪灯，我看一下哈。那这个镜头可以控制这个前后，你看，这是蛮特别的了。那个以前的这个时代的这个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看这个闪灯，闪灯跟这个快门都还可以动作，再看一下。这个还可以动作，然后这个上面这个闪灯我们有拍摄哈，你这边你把 lock 这边你往另外一边右边这个的右边这个方向右边转，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，我们相片有拍到，这个其实是可以分开的，那它你不分开，这样子也是可以做一个收的这个动作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收起来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侧边底部。底部当初有这个日本持有者他粘的这个，这应该是他的这个名字啦，名字，然后底片后面那底片室，它是从这侧边这边开，侧边有个这个，它往下它就打开，不是海绵，海绵还可以，海绵还是正常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台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富士。估计这个3000日的这个随身机，谢谢。